晨老师、熊富老师、熊富老师在这边。然后谢谢我的另外一个校外评审孙敏珍孙老师。然后还有我的主修老师杨碧慈老师。谢谢我的灯控何永威，就是，他帮我借了所有演奏厅啊、铁门啊，然后会议室，等一下口试，地狱口试的要死，谢谢他，因为我都忘记这些事。然后还有我的其他工作人员，顾玉珍、曾宝轩，然后番茄，然后严诺，然后李世和，然后朱卫奇，然后还有顾玉珍，还有另外两位，三位声乐的。一次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还有我两位，就是大家有拿节目单吗？节目单后面那个结尾有写两位感谢的人，就是我的海报设计，我两次音乐会海报设计的蔡玉龙，请站起来。因为他明天要演协奏曲，所以他没有办法来。我们也谢谢他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还要谢谢我的爸妈，还有我的姐姐。他们也，然后是散在各地哈。我妈在那边。有三个行程，所以就是我被舍弃了。然后我还是谢谢他，因为他让我就是进入音乐系这一块，就是他教我的，然后让我考上东海音乐研究所。谢谢他，谢谢他。那今天来的所有的观众，谢谢，我看到很多台南、台北、马来西亚，谢谢谢谢他们，谢谢。最后要谢谢我的，就是这两年照顾我的主修老师，就是再谢谢一次我的主修老师杨碧慈杨老师，因为他刚当妈妈，所以比较忙，然后还特地从台北赶过来帮我上课这样，然后又照顾我的那个论文都乱写哈，然后就谢谢老师，没有，其实我没有乱写，我等一下考试，等一下考试，其实我认真的写每个字。然后，谢谢他，就是这两年照顾他，除了给我主修上的就是指导，然后还有再就是人生就是接下来毕业之后，毕业即失业，就是看就是要我决定要走哪一条路，就是出国念书，或者是考乐团，或者是他给我很多方向，对，谢谢他，谢谢我主修老师。他也是给我很多音乐方面的就是启发，谢谢他，谢谢谢谢。好，就这样，差不多结束了，谢谢。好，可以拍照，要拍快一点哦，要考试。